今次 Project Spotlight 所呈現的電影就是由奧斯卡得獎者楊子業導演執導的《爭氣》。咁呢套嘅紀錄片咧係發生喺香港嘅，咁咧就係講一班所謂弱勢嘅青少年啦，佢哋包括有新移民，包括有視障嘅學生，亦都包括有啲成績比較差嘅學生，講佢哋點樣經過一半年嘅時間，由完全唔識表演。經過一個專業的演藝培訓，去到進行一個德育的教育的過程。其實在《爭氣》這套戲裡面，雖然故事是發生在香港，但其實我們在多倫多本地都有同樣的組織，一路過去十幾二十年都是在做同樣的事。這個就是 Across Your Hub。其實呢一套電影是一套嘅紀錄片啊，咁呢套戲裏邊講嘅過程係點樣樣去培育啲青少年咧，同 Across 咁多年裏邊所做嘅咧都好吻合。咁其實當中係乜嘢咧？唔係單止淨係去幫助一啲年輕人，我哋話啊，佢有啲需要啊，我哋要提供一啲幫助。其實成套電影講緊嘅一個最重要嘅元素咧，就係一個過程。這個過程咧就係去培育年輕青少年人嘅。而這個 project 呢正正就是provide了這麼多一個過程給我們的年輕人，希望這次就是全個社區都明白，都記得爭氣這兩個字，這兩個字是對自己每一個人自己和自己說的。